原标题：百年前的日本女性老照片，午睡摆拍照尺度之大让人脸红。今天为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的这一组图组，是来自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女性老照片。明治时代的日本照片最大的特色便是其的上色技巧，虽然这种上色技巧源自西方，但自横滨的摄影师把这种上色技巧改良过后，形成了当时日本的一种特有的老照片风格。这一组照片均为西方摄影师所拍摄，均为当时日本女性的生活日常。当然，这些照片并不是直接抓拍的，而是经过摆拍而呈现的。从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照片中的日本女性衣着得体，仪态优美。照片为日本明治时代的女性日常老照片，照片中为日本女性在做家务时的场景，照片中四名女性所展示的是洗衣物的顺序，从左往右为提水、浸泡，放在一块木板上刷洗。照片为日本明治时代的女性日常老照片，三名日本女性在一个汤池中洗浴的场景。虽然该照片的摄影师可能为女性，但不得不说，这样的照片不说，放在当时的环境下，就算是放到现在，尺度也是非常大的。当然，在日本现在依旧存世的照片中，有数量相当大的一批照片。